双凤啊，哎，这张字我从头到尾看了两三遍了，我感觉比以前进步非常大。我很高兴的呢，就是你把章草的东西用到这个草书里边，用得很恰当。你也注意了这两个编字的走之的变化，这是很简洁的，这是稍微复杂一点又长一些。道是无情却有情，这个道字也有个走之，你又有变化，所以这都是你在精心的创作过程当中考虑到的。稍有不足的地方是什么呢？生字和却字这两个字的这个形笔呢有点雷同了，却字改成一个点就可以了，避免重复了。整个这篇字都不错，刘禹锡啊、朱之慈这些字呢都要写的统一一下，这两个草书下边都是行书，不合适。